Hello， 大家好，我是教主 Cwell。今天的视频带大家实力分析最新的九代转盘肉攻，并且通过官方的技能动画来推理出真实伤害和技能伤害的关系。那我们直接省流不念技能了，野战强度分析。那么技能流也就是肉攻做主将时，我之前给的预测是大于亨利，小于等于布迪卡，而现在来看应该是大于等于布迪卡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给的实在太多了。二技能的35生命和20移速可以说超出预期。那四技能点满有 20% 的所有伤害减免，就算点一也有 10%。 虽然三技能和觉醒技对于野战起不到质变作用，但可以说这支武将5511就已经是野战的性价比之王。和布迪卡一样的天赋，比他多10的移速，手感肯定吊打。搭配方面自带全游戏最高体质，却极度缺乏增益，而工兵武将普遍最不缺的就是增益，所以肉攻加李狗、诸葛、亚树都是可用的组合。至于能否进二攻，我的评价是不是 AOE 的工兵都差点意思，其击杀效率很难超过诸葛、海尔曼、亚树、李狗等 AOE 武将。既然已经承认是布迪卡 2.0， 那就做好随时被更换的准备，并且治疗和些许的功能性也算不上野战的质变，所以暂时不推荐拉满。当然最主要我是想看另一支工兵武将。那么技能流说完，我们配合两个动画来说真伤流。首先，真伤的表达方式和之前预告的已经不一样。之前的预告是无视自己的攻击和敌方防御，是没有基于攻击力的 80% 的转换的，属于官方自己打脸了。就像我说过的，如果真的做到了无视敌我攻防比例，那么系数会很难做。 OK， 那么我们来看做副将时的动画。西德肉攻打出了两个红字，分别是2253和1853，比例为 1.251:1。那么让人困惑的一点是，如果两个都是真伤，应该是2000系数比上500系数的4:1才对。所以首先这边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两个不都是真伤。原因很简单，肉攻做副将时的大招描述是，接下来的10秒内造成治疗会打出真伤，而2000系数的强效治疗是在大招回合的。那么熟悉游戏机制的小伙伴都知道，新启动的 buff 或者 debuff 是要在下一回合才生效的，所以大招回合回复的2000系数强效治疗在这个组合里是不会打出伤害的。而我方的治疗由于实验组合兵力几乎是满血，所以很难判断其理想回复量是多少，那么这边的绿字都不用去看。那么我们可以推测2253是西德的1000系数，那如何验证需要观看另一个动画，即肉攻做单主将时候的动画，打出的数字为6188。那6188比上2253是 2.75， 通过怒气回复比较慢，基本可以判断两边都是没有点天赋的。那常规的伤害计算包含了我方的攻击力、敌方的防御、生命、系数等等，而在这个例子里面变化的其实只有我方的攻击力和技能系数，其他都被控制变量了。因为西德的觉醒技有 5% 的攻击力，所以单肉攻的话裸攻击面板应该是 82.5 等于 77%。 那么肉攻大比上西德大的理论值则为基础的100%加上77%乘上2800的系数，比上西德基础的100加上82%的攻击力乘上1000的系数，等于 2.72， 基本等于实际伤害比例的 2.75。 因此这边的2253就是西德的1000系数，那么后面这一下1853就顺理成章是肉攻三技能500治疗打出的真伤了。同样可以被推理出真实伤害的计算，由于新加了 80% 的攻击的变量，其实无视掉的只有敌方的防御，因此真实伤害的计算为 80% 乘上我方攻击除以敌方生命乘上治疗系数，而一般的伤害计算则为我方攻击除以敌方防御除以敌方生命再乘上技能系数。所以如果用西德肉攻的真伤比上技伤，那在这个 case 里面一样的量是我方的攻击和敌方生命，可以约掉剩下的变量整理一下，得到 80% 乘上治疗系数乘上敌方防御除以技伤系数。那么治疗是肉攻三技能的500系数，技伤是西德的1000，至于敌方防御是基础 100% 加上裸步兵增益的 77%， 守护者四技能 5% 和动画里面看得出守护者在大招期间的再加 15%， 那么最终的比例为 0.79， 而实际的伤害比例为1853除以2253等于 0.82， 差不多都在 0.8 上下。那毕竟这边有一回合的兵力差，那么说了那么多有点头晕，有没有好记点的东西？林北的推荐，如果某个治疗系数和某个技能系数一样，那么这边的 H 和 F 可以约掉，真伤能够打出同系数技伤的 0.8 乘上敌方防御的倍率，不过呢要除掉技能伤害加成的部分。那直观的主流例子，如果你有 30% 的技伤加成，一个技伤能砍掉一个面板200防御的步兵20000红字，那么同系数的真伤就能砍掉2×0.8乘上基础100加上200防御除掉130%，这边是击伤加成，那么等于 3.7 万。同系数同三维的情况下，敌方的防御越高，真伤就会比击伤砍得越多，
那由此可见，真伤打压的其实就是高防御组合，而步兵往往就是防御偏高。那么生命值真伤无视不了，而骑兵由于血牛装备，生命往往很高。所以可见，工兵的真伤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履行三兵种互相克制的关系。好了，以上都只是林北的推测，至于究竟怎么样，我们要等另一支工兵发布，那到时候再结合实战再看吧。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边，感谢各位的观看，拜拜。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